际焦点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扎卢兹尼，由原本的地面部队司令瑟尔斯基来接任。这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乌军最高级别的人事异动。而泽伦斯基呢，在隔天也授予了乌克兰英雄称号的金星勋章给这个两度遭到撤换的扎卢尼兹。而这项授予最高荣誉的决定，显示了泽伦斯基在解除了他的职务之后，还是希望借此表达团结跟对他的尊重。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